划啊，每天读几分钟？每天读四分钟，你四年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了啊。那今天回去的进度是《民数记》一章到第三章，我们已经进入《民数记》了，所以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啊。来，《创世纪》，《创世纪》讲四加四，什么东西？四个大事加四个人物啊，四个大事加四个人物。来，哪四个大事？创造、堕落、洪水、大水啊，这是四个大事。然后哪四个人物呢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啊。好，这创世纪，创世纪就是讲四个大事跟四个人物。那出埃及记呢？出埃及记讲他们在埃及受苦，然后出埃及，然后到西乃山，十九章就到西乃山，就一直停在西乃山啊，他是这样子。那这边啊，一章到十三章是还在埃及。然后十三章开始呢，一直下埃及，一直走走走，走到第十九章就到西乃山。到西乃山以后，他就不动了，哦，不动。他在这地方，从二十章开始，一直到四十章，再加利未记二十七章，再加民数记十章，一共五十七章，通通是在这边都没有移动。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民数记以后第十章。才会离开这边，我们看的二十七章利未记通通在这个地方。好，这个就是出埃及记。这刚刚讲的利未记呢，全部都在西乃山没有动。他前面讲圣洁的侍奉，后面讲圣洁的生活。那个圣洁的侍奉里面，它有五个记啊，哪五个记呢？照次序哦。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啊，这样子，这是五祭啊，这就是他的那个圣洁的侍奉。然后呢，圣洁的生活呢，就一堆了啊，个人的啦，赎罪日啦，然后这些一直到十一奉献，我上一次也特别讲的这个许愿跟十一奉献。在他们非常重要哈。好，利未记就到这里，接下去呢就开始要讲民数记了啊。为什么讲民数？因为他在那边这里面呢，一共数了两次以色列人，全部的人哦，大家数啊，所以叫民数记。但是其实他的第一个字呢是在旷野哈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每次都复习的，这里是什么？摩西五经。这个呢？历史书。这里呢，诗歌智慧。这里呢，大小先知哈，所以这都是补充的。那你看，注意看了哈，三生第二祭司在这拿出去外面，因为他没有动。那现在呢，民数记又放回来了，因为他第十章以后他又开始走了哈，所以民数记是放在这边有在动。但是到生命记的话又跳出去了啊，这个好。那民数记在记什么呢？记他们在旷野，他们本来不是在西乃山吗？然后第十章就开始出去以后，等一下你看图就知道，本来一下子就会到迦南地的，但是没有进去，反而在旷野漂流三十八年。民数记就是在记这个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他们就开始成军啊，然后他们怎么走行程，为了征战，民数记是为了这个啊。为了成军行程征战啊，那它可以分成四个段落。第一章到第十章还在西乃山准备啊，准备完以后呢，第十章开始就出去了。出去又到第十四章呢，西乃山已经走到加底斯了。他说几个月他们就走到加底斯，加底斯就是在迦南旷野的下面。到加底斯巴尼亚以后就可以上去迦南地了。好，但是他没有进去，就在加底斯一直绕到加底斯，一直绕了三十八年。最后呢，从加底斯再进去，
但是它又不是从将来的结局绕过去往下平原啊。那这个呢，我们可能就知道哈、啊。来，这边是埃及，这边是迦南地。埃及出埃及进迦南地，不是进去就好了吗？这边就很好了吗？对不对？但是他们没有走这条路，然后开始呢，就开始出埃及记，走到第十九章，就到这里了。这个以后呢，就等于停，从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到四十章都在这里，利未记四十章也在这里，利未记，然后接下去呢，民数记的第一章到第十章呢还在这里，这就是第一段还在这边，一章到第十章，然后呢从开始出发的走到加第斯巴尼亚。好，到这边的时候，上面就是迦南地了，很近的，对不对？这一段走了几个月，哦，这是第十章一直到第十四章。好，他们就派探子进去，探子进去回来说：“哎呦，那边的人高马大哦，我们像蚱蜢啊，他们不想进去。”上帝说：“好啊，不想去没关系，就让你怎么样，在这边绕了38年，然后呢，好，才开始从这边走，旁边上到这边，好，他就没有从这边进去了，他是从这边绕过来，这就是民数记啊，一开始一到十章先在这边，然后他到加利斯巴尼亚。”这是第二段，然后在这边绕38年，这是第三段，最后一段才从这边过来到摩亚平原，啊，这个就是民数记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一段一到第十章的时候，还在西乃旷野啊。第一章就是叫他们数人数，数以色列所有的人数，准备又行程当中要打仗的人啊，啊。第二章是那个他们安营的地方。我们来先来看数人数。这个数人数呢，他说要计算你们人数，其实就是人口普查了，就是要算这个，算军力哈。好，就算了。那第二次，38年以后又算了一次，那时候是准备分地，所以不一样啊。他算了两次，民数记有算了两次人数，第一次是要打仗的。第二次是要分地的啊。好，那第一次这个，这是第二次。好，那你给他注意看哦，他不是12支派吗？对不对？流遍西面，他这边有个立位没有在这里面哦，啊，然后呢，约瑟也没有，约瑟反而出现了一个以法莲跟马拿西，就是他两个儿子啊，所以这个也是12支派啊，这个也是12支派。然后这个是，38年就算的，其实人数差不多，都是多少？60万附近，60万位。这个是男生20岁以上的，所以其他还有妇人啊、小孩子啊，所以他们一共估计应该这时候以色列的人就是200多万，所以200多万在那个旷野走。哈，要这个，你们要这个概念哈。好，那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12支派，你看看这图就知道了哈。这个12支派是从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一下一到便雅悯吗？对不对？这是12个。但是上帝跟他讲，利未人你不可以算，所以利未人就没有算，没有算的话剩下11个啊，对不对？但是约瑟有2个儿子。所以这个扣掉的话，再加马拉西伊瓦莲，这个约瑟没有，也是12个。所以他算的那个人数就是这样啊，12支派就是没有利未人哈，啊，但是有这个马拉西伊瓦莲，这就是12支派哈。好，那他那个耶和华跟他讲，你这个利未人不要算，你把它另外拿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利未人不可以算，啊，因为你那些12支派是要打仗的，利未人不用
位人是专门去处理圣殿的事情，所以不用算立位人啊、哦，你不要算啊、哦。不但不止不要算，因为他们呢是处理法会账目啊那些东西，要那个账目拉下去以后，也要移动的时候，通通要扛这些东西，要扛这些东西。立位人就做这些就好了，他们喜欢什么事都不用做，因为还要拆啦、啊，还要。到停下来之后要装上去啊，所以你不能叫他们，而且这个呢，立位人要住在法柜旁边就好，哦，别人不能来哦，哦，只有那个立位人可以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第二章他就跟他们讲，你们怎样安营？啊、哦，这些整个以色列两，我刚刚不是讲两百多万人吗？你怎样给他安排好啊、哦？好，他们安排的位置就是这样子啊、哦。来，这是会幕。会幕的这边是东南西北啊，这个立位人要在这附近，立位人要在这附近，那怎么安排呢？一个亚伦跟他的子孙是祭司啊，这等一下会给你们看，就是亚伦跟祭司都住在这边。那其他立位有三个儿子，一个住哥辖这边，一个格顺，一个米拉利。好，这边就是。祭司跟那个立位人，那其他不是有十二个支派吗？来，啊、哦，这个立位人这些跟亚伦的子孙叫做祭司，亚伦的子孙这些就是在东边那边啊、哦。那其他这三个支派啊，三、不是支派，三个儿子，就是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亚伦。啊、哦，那这三个都是立位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完了以后呢，其他十二个支派照东南西北，照这个分，犹大、以撒加就照这个。来，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在这边，他有十八万人啊、哦。那这边是流便、西面、加德15万人，这边以法莲、马纳西、便雅悯10万啊、哦，这边但、亚瑟这15万。你们平常就是扎营就要这样子。好，那扎营完毕要出发的时候要怎么样出发呢？他真不是照这样的。第一个是要出起营的时候，第一个是这个地方东边的，第二个西那北南边的，第三呢是什么？会幕啊、哦、第四这里，第五这里。所以等于说他两个啊，东边南边夹着的就是帐幕，然后后面才是以法莲在夹着的，这就是安营跟起行要这样子啊。好，接下来那他就以刚刚不是讲立位人不要算吗？好，第三章第四章特别拿立位人出来啊。那今天我们只有读到第三章就好，就是要算立位人。他算立位人呢，立位刚刚讲的他有三个儿子，格顺、哥辖、米拉利，就是这三个。好，这个利未人就专门拿出来算啊，他们这三个儿子下去。但是到暗南的这个儿子亚伦，这个特别拿出来。这个亚伦跟他的子孙，这叫做祭司。那这个叫做利未人啊，利未人就是专门在圣殿工作的。他主要是祭司是献祭，所以立位人是帮助祭司，就是亚伦跟他的子孙叫做祭司，其他这些叫做立位人。所以你们又看圣经，立位人就是这些，那祭司就是这些。好，那他就跟他讲，要把立位人拿出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立位人要另外算？因为他要代替。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，为什么？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不是所有的投生的都死掉了吗？对不对？但是以色列人投生有没有死？没有死。啊，这些人没有死的，这些投生是要来我这边工作的。啊、哦，你们以色列人所有的当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不是不管以色列埃及投生的都死掉了嘛？只有你们以色列人没有死。啊，你们那些没有死是要来我这边圣殿工作的，他就不用了。你们这个投生的，让你回去好了，但是你拿钱来换，
啊，这突然走这些人投身的一个人又回去，又谁来工作？用立位人来工作，让你出席啊，你们出钱啊，我叫一个立位人来替你工作，你出钱，你是投身的啦，你回去我叫一个立位人来工作，就这样子啊。所以这些立位人是要来代替以色列一切投身的啊，对不对？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身的时候，人人在生这种戏啊，所以你这个大儿子应该要死掉的啦，啊，这个投身的应该死，但是我没有让你死啊，我叫立位人，我让你回去，但是叫一个立位人来代替你哈，啊。好，所以这个立位人就是要来代替那些投身的哈，啊。那刚刚这个，我刚刚讲的那个亚伦呐，他立这个立位下面的一个特别的这个亚伦，这是祭司，但是呢，亚伦他不是有两个儿子献燔火嘛，对不对？就死掉了嘛，就是这个死掉了。所以亚伦呢，其实他剩下两个儿子，那这两个儿子后来一直传下去呢，哦，他是祭司，他是到大卫时代的时候已经这个。他们大卫祭司的这24班，这个以利亚撒有16个，以他马的8个，这个就是那个特别分在的祭司哈。好，那第二人他有两个算法，一个是一个月以上的，一个是30岁到50岁。30岁到50岁就是下礼拜要讲，他要扛东西做工作了。哎，好，这个就是一个月以上，就是那个我刚刚讲的这个。好，以色列人所有的投身的一算呢，22,273个，结果利未人呢，这三个族一算呢，22,000个而已，这中间差了几个？差270几个。那这几个怎么办呢？就用钱算，啊，就一个算50个勒，这样就解决了。啊，其他的一个代替一个，一个代替一个，啊，刚刚讲的。投身的这个，你们让你回去，叫一个立委来上班，这个回去那个上班，哇，才差200多个，这个200多个拿钱来啊，好，这个就是叫做长子的代数啊。好，那接下去他们会，这些立委人怎么工作啊？那这个下个礼拜才会讲啊。但是这个又有提到，格数呢就是负责这些啊，那米亚利亚就是负责这板子这些，那么。歌侠就负责这整个东西啊，这个大概下礼拜会讲到啊，回去大概就是读到这个地方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第一次数点百姓，然后各支派安营的地方，还有数点地位的啊。好，那现在练歌，进去来。